从30多年前开始 ，Seven Eleven 就开始以问卷的方式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市调数据库。这些数据所产生的预见力，让 Seven Eleven 在创新构想或者服务上，永远跑在客户及同行的前面。这样的银行会赚钱吗 ？Seven Bank 从赔钱到赚钱，我们看到企业家一个很重要的叫投资观，你的投资观必须放立在一个重点上面，叫做数据累积。